2023头份精彩茶歌节，茶余饭后头份走走。11月11日，连续两周在日新茶园精彩登场，有写生比赛、走读后花园加制茶体验、地图集章换好礼、食茶市集及茶歌音乐会等活动，期望带动头份后花园的茶叶产业及文化观光活动。头份市长罗雪珠表示。头份市公所所举办的活动精彩茶歌节，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，连续第三年，也很谢谢我们的乡亲好朋友哈，连两年呢都获得热烈的回应。那今年呢，我们客室主管大家一起更加的用心努力哈，让我们这个精彩茶歌节呢更加的丰富多元。那我们也以就是说茶产业茶产业。那茶是天嘛，我们茶农的天，所以今年的艺术装置呢，那意象就是茶为天，茶为天。那当然在这个当中呢，我们11月11号哈，我们就是开幕，那也有一些的活动体验，制茶、采茶啦，等等的，让我们在推广这个茶产业方面呢，还有观光呢，就透过这个活动非常的棒。